穿最短的裙子，弹最难的曲，就连指挥家听完他弹的曲子都得当场下跪。这个朗朗同门师妹王雨佳到底有多牛？近日，王雨佳完成了一场轰动全球的演奏。她脚踩恨天高，身穿热辣短裙，一口气演奏了4.5小时，这强度是一点也不比马拉松差。等到400页的曲谱弹完，指挥官直接跪在地上，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要说王雨佳到底有多牛，王雨佳从小就被称为音乐神童。她4岁学琴，6岁登台，8岁直接达到专业钢琴10级，甚至就连考级教材都是她亲自示范的。王雨佳在一次返场中即兴弹出2个版本结合的土耳其进行曲，那难度让网友直呼变态。也风飞舞时出神入化的手速，真是手指一飞，恨不得琴弦都直冒烟啊。